我们还是要下去，哦，要见义啊，要勇为了，哦，那个老人家晚年啊，主要在香港，哦，香港啊，物质很发达，经济很发达，相对的造的业也会比较重啊，哦，哎，老人家不吃劳苦。啊，在这些地方红化，哦，而且香港是国内呀，哦，可以安很多大众的心啊，同修的心呢，哦，哦，那我们离不开社会人群呢，哦，那要尽一份力了，啊，这样我们能够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啊，好，那修了种种的善根呢，但是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愿望，求生净土。好，那这样一个目标愿望啊，就是心心回向。啊，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哎，我们假如断恶修善呢，我们求世间的福报，那所做一切呀，都转为轮回善业了。哦，这个我们得要搞清楚啊。啊，达摩祖师。传当中啊，啊，有一个人物梁武帝，啊，他在佛门做的善事啊，啊，做的贡献呢，啊，那历史当中找不到几个人能跟他比了，啊，他建的寺院呢，就几百间呢，啊，护持出家人几十万人了，啊，因为他是皇帝啊。做这么大的贡献哦，可是他还有求，要人家赞叹，一有求的心呢，这叫轮回心，他所做一切贡献翻转成轮回的善业福报，哦，所以这一句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假如梁武帝所做的贡献呢，他不求人家赞叹，他只求求生净土啊，梁武帝就往生做佛了。哦，这个差别很大哦。哦，不求世间果报啊，回向求生净土功德。一有求世间福报，那都是善业了。六祖大师提醒我们了，生死大事，福不能救啊！哦，那福只是让我们感得我们去受福报而已哦。哦，而且这个福报在哪里享啊？那还不一定哦。畜生道也有很有福报的哦，鬼道。也有很有福报的哦，哦，所以修行人呢，啊，不求福报，只求了脱生死。哦，哦，那前面讲的自心性要啊，是专念阿弥陀佛，这是正修，所有善根。心心回向啊，这助修，正助双修，哦，所以正修偏重在慧，助修偏重在福，啊，福慧双修，有福报的人呢，临命终时心不颠倒，如入禅定，临终没有病苦，这是福报。
有病苦的就是福报啊不具足。哎呀，这个提醒我们了。我记得啊，自己小时候十岁以前呢，有记忆的。哎，一条巷子里啊，老人家怎么走的？哎，晚上睡着了，第二天没醒来，无疾而终。小时候的记忆就是这样，小时候没听说哪一个老人病了死在医院里，几乎没听到。现在才过了40年了，几乎听不到的，老人家睡着就走了，比较少听到了，很多都在医院里了。哦，那可见呢，我们这一两代人呢，太享福了，福报享得太过分了，把福都享完了，业报现前了。哦，所以师长这里这个提醒啊，很重要啊。我们要临终没有障碍，没有病苦啊，要好好修福，不要享福。福报啊，留在临终的时候享。啊，临终没有障碍了，哇，这有好地方去了。哦，就是能往生极乐世界做佛啊，离旧净苦。啊，往生脱离轮回了。离旧净苦，得旧净乐了。好，那么师长这里啊讲到了，病啊是果报，能不能把它扭转呢？啊，生死轮回都有办法扭转，小小的疾病啊，还转不了吗？哦，所以当然可以转得了。啊，怎么转法？努力修善。啊，《了凡四训感应篇》殷志文，哦，所讲的，啊，真心为善呢，许多业障罪报啊，不知不觉都转了。啊，这样就不必啊受报了。所以我们希望一生长寿啊，长寿啊要健康啊，长寿啊不健康啊就苦了。哦，所以健康非常重要。哦，假如说长寿啊结果都是躺在医院5年10年，哇，那真的不叫享福了。哦，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呢，第一幸福的是身体健康，绝对不是财富地位。哦，那些没有用啊。啊，身体不健康，再多的人伺候你也是苦不堪言。哦，所以要靠自己努力啊去修学。哦，所以无量寿经提醒我们，何不以强健时努力修善，身体还健康的时候好好精进啊。哦，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哦，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哦，不但道心纯熟，且可福慧增长。啊，临命终时啊，没有障碍，慎重现前，慈悲加用啊，阿弥陀佛放光。啊，
放这个无异三昧啊，我们佛光一照啊，啊入了啊宝智三昧了，啊，啊接着啊师长啊跟我们讲到这个正住双修的重要。尤其住修是修福，谈到了有福啊，临终没有病苦，没有障碍，进一步啊，谈到因果了，七十五页第二段，佛告诉我们了，世出世间法。总离不开因缘，连佛说法度生呢，也是因缘。因缘底下呢是果报。世出世间，既然是因缘果报，那你造善因善缘，自然得的是好果报。你造恶因恶缘，当然得恶报。佛49年所说一切经啊，从世上呢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了。所以我们修行啊，要深信因果。信因果的人，不怨天，不尤人。是自己感召的因果啊，逆来顺受。我们假如有怨天尤人的心啊，甚至是言语，那就不够信因果了。而且怨天尤人呢，又造心业了，又造口业了。所以从今天开始，不能埋怨任何人，逆来顺受，这个恶业就爆掉了，随缘消旧业，不能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再造新殃了。师长接着说了，这是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的，佛也不能转定业。所以释迦族被灭族了，他这个定业转不了了，业报现前了，佛也阻止不了了。所以佛陀那个时代发生的事啊，都在启发我们了。好，因缘呢自己造，果报啊就得自己受。佛加持我们，保佑我们，用什么保佑？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啊给我们说清楚。尤其啊因果的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让我们从经之后啊起心动念，就晓得啊我要造善因善缘。远离恶因恶缘，那这样果报啊自然就殊胜了，那恶的因缘都不造了。所以我从今天起啊再不造业了，
从前所造的罪业，哦，我们之前造的呢，业因呢，虽在，虽然过去有造了恶因呢，但是要有缘呢，他才会结恶果了。好，业缘呢断了，虽然过去有业因呢，但是没有缘了。有因没有缘呢，不会结果。哦，比方说今天一个红豆，它是一个种子，像因一样的，把它放在桌子上，它没有其他的缘呢，它不会发展的，那种子还在呀。这个种子你把它放到土里，给它浇水，它就开始发展了。有因，但没有这些缘，不会结果。所以应当受的恶报啊，也不会现前。过去还有一点善根，现在拼命造善缘，善的果报啊，本来这一生不能成熟，来生来世啊才成熟的。因为你啊断恶修善，善缘的力量加强，恶缘断了，维系的善因啊也提前受报。就像我们不起恶念了，那就没有这些恶的缘了，让以前造的恶因现前。我们都是念佛，那佛的种子最成熟，那临终就是这个金刚种子现前了，其他恶的因不现前了，我们就能往生了。那以前造的恶因以后会不会现前呢？还是会啊，可是我们已经往生做二维月之菩萨了，恶因不怕了。就像忍辱仙人遇到歌利王，那也是恶缘了，恶因恶缘现前了。但是呢，忍辱仙人都是用真心呢，所以这个恶缘转成法缘了，自己在境界当中提升了，还给后世所有佛弟子榜样了，所以恶缘也不怕了。所以最重要要能往生最重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念佛的这个动画片，有一个人叫王呆头啊，哇，你看他本身智力就不是很好了，有点呆呆的了，然后他的遇到一个修行人，看他可怜，收留他了，结果收留他这个师父啊，他学什么也学不了。
人脚在念佛了。哦，哎，他肯念了。哦，啊，平常呢，他的师父有时候看他做的不对，还打他。哦，哎，但是他就肯念佛。啊，念呐、啊，念呐、啊。有一天念到大笑起来了，哦，他师父觉得他是不是有点神经不正常啊？啊，就拿棍子要打他，啊，他说师父，今天你不能打我了，嗯，啊，他不假方便呢，啊，不假方便，不用其他的方法，他就念这一句佛。自得心开呀、啊！啊，他深深唤醒自己呀、啊，哎，把他的业障去掉了。哎，念到夜宵自然了，啊，智慧现前了。好、哦，好。师长这里讲到了，佛把这些道理啊给我们讲清楚啊，就是加持我们。啊，那说实在话，世间的名闻利养啊，一切财富啊，聪明的人呢、啊、都不要，就是看清楚了。万般将不去呀、啊，啊，那都带不走，何必这么贪着强求呢？啊，而且它是个累赘呀、啊，啊，这个我们自己呀、啊，要去感受感受，哎，是不是累赘？会让自己、啊、不自在、啊、比方说好名，啊，出现在公共场合，啊，哎，人家有问到某些人，啊，某某人某某人介绍了，哎，就没有介绍我。我脸很臭了，不高兴了。你说好这个名有什么好？搞得自己身心不自在。嗯，哎，哪怕哎，人家叫我的名字了，啊，还给我赞叹几句，啊，你看我飘起来了，都是烦恼做主啊。清净心啊，才是真正的乐啊！哦，法乐啊，这真的了。世间这些乐啊，都是刺激的。你好名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不自在。哦，我以前见过长辈啊，坐火车。啊，台湾的火车啊，最高级的叫自强号。结果那一天呢，自强号没票了，只有莒光号。哇，他坐到莒光号一路上呢，嘴巴翘得很高，很不高兴。哎呀，我这种身份怎么可以坐莒光号呢？你说累不累啊？啊、哦，我以前听老安讲经说了，啊、哦，说在美国啊，
哎，你收入3000美元呢，你是住哪一区？啊，4000美元呢，要住哪一区？你说累不累啊？搬个家好累的。啊，就为了这个身份啊，好像显得我住这个区走路有风了。真的，这些东西都是累赘啊，本来无一物啊，何处惹尘埃啊？哦，你说这财富，哇，财富啊，放银行会缩水了，我得买股票啊！哇，你看，都在想这些事情。哎呀，这个命里有时终须有，你看为这些东西操了多少心。好，你真正把它看清楚了，就肯把它放下了，不跟自己过不去了，啊，随缘够用就好了。所以聪明的人呢，不贪求这些东西，要健康长寿啊，要自己啊不生病，死的时候不生病啊，在佛门很多，往生的时候啊，站着走的，坐着走的，走之前呢，还跟人谈笑风生，谈完之后啊，对大家说：“我要走了，你们念佛送我。”啊，念不到10分钟、15分钟就走了，多自在呀！还嫌老和尚说成佛是大事啊，其他的啥都是假的，这真看破了，所以他走得那么自在啊。往生那一天说，干完我就不干了，他知道时间到了，哎，晚上自己还敲影磬就走了。要靠什么呢？就是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西方。哦，把一些善根呢，都回向求生西方。在世间呢，求一个健康长寿，其他的什么都不要。好，在台北，哦，有个莲友念佛团，好，一位老居士啊，李继华，80多岁了，啊，他们成立莲友念佛团，好，那一天呢，他跟他太太来参加共修，哎，他在车上啊，就跟他太太说了，他太太也学佛啊，也念佛。哎，我假如往生呢，你会不会寂寞啊？啊，他太太说，你能往生呢，太好的事了，你不用担心我。啊，在路上啊，问他太太，哦，后来到了共修了。哎，那一天本来啊，是一位啊未老居士分享，哎，他说今天可不可以换我啊？哦，所以这个李继华居士啊，就上去分享了，讲了1个多小时啊，80多岁了，讲完就跟大家说我要回家了。大家一听啊，他要回，下了课了，回家了啊。
结果他一下台啊，旁边的沙发一坐就往生了。哇，好自在啊。哎，我们听到这些公案呢，也是我们的因缘福报了。没有这个福报，还听不到这么精彩的公案呢。啊，那听到了，怎么珍惜这个福报啊？效法他们。哦，大家有没有看到自己的未来啊？临终的情景？现在设定目标，好，哎，那现在要怎么努力呀？哦，现在佛号越念越多啊，妄念要越来越少啊。哦，跟阿弥陀佛这个电波啊，赶快接通了。啊，极乐世界的 passport。赶快办好了就自在了。好好，那师长接着说了下一句啊，就是核心中的核心，乃至十念。十念呢是最少的，啊，临命终时，十念一念呢都能往生。历史上啊有例子，不是假的。哎，待会啊老和尚会举例。啊，唯除忤逆，诽谤正法。那这是无量寿经的句子啊，师长举到观无量寿佛经里讲了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圣缘啊，殊胜的因缘也能往生。忤逆罪啊不是不能往生，对呀，《观无量寿经》是这么说的了。哦，所以不是不能往生呢。可见这里啊，忤逆呢是陪衬的一句话，最重要的是幕后这一句诽谤。诽谤的人呢、啊，根本不信，那怎么能往生呢？哦，所以换句话说啊，哦、如果不诽谤，能信受，忤逆罪啊，也能往生。哦，哇，那这个给有造过忤逆罪的人呢、啊，安心，还是能往生。啊，善导大师说了，啊，此地讲的十念呢、啊，即是十句佛号，好、啊，不是普通讲的十念法，好、啊啊，普通有讲到十念法的，啊，是有的是静一口气呀、啊，是一念。这里啊是十句佛号，啊，临终十念呢、啊，是这个人一生中啊从来没有听过佛号，甚至从来没有学过佛，啊，直到临命终时啊才遇到善知识，啊，劝他念佛。劝他求生净土，啊，他一听就相信，就接受，
就真的发心啊，自听到佛法一直到往生啊，这么短的时间呢，哎，它符合了自性性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他只想着往生净土了。哦，所以完全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所以他怎么不往生呢？当然往生呢，他符合啊，不过念的时间短而已啊。哦，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啊。啊，这是他的因缘呢。啊，所以讲到念佛啊，善导大师说得很清楚。哦，你看老和尚引的都是善导大师的教导。啊，善导大师就是阿弥陀佛再来了。阿弥陀佛啊，暴露身份呢，就有好几位祖师了。所以你看中华民族福报大不大？太大了。你看四大名山都在神州大地，你看善导大师，有明延寿禅师，风干和尚，这都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这暴露身份是少数啊，没有暴露的在多数啊。啊，我们要珍惜身为炎黄子孙的福报啊。哦，所以讲到念佛啊，善导大师说得很清楚，善根之人是净行受，一生念佛。好，像这样临终十念的人呢，算是下下根，一生没有缘分呢，遇到佛法，到临命终时啊，才遇到。好，好，当然了，临命终遇到了，哎，可以往生。啊，可是呢，师长老人家怕我们听了之后啊产生侥幸的心啊，好啊，我临终再来念吧，哇，那就麻烦了，这个心念就危险了。哦，所以老人家分析一下，让我们不可产生不好的心态啊。哦，所以各位要晓得啊，临命终时遇到最低限度要具足三个条件才能往生。第一个条件是临终时啊神志清楚啊，如果临终病得人事不省，那这一点机会啊都没有了啊。你念一生的佛，临终害一场大病，往生都不可靠，这要记住啊。所以人不能不修福，修福啊就在现前，到临终的时候啊想修福怕来不及了啊，要认真修福，断一切恶，修一切善，要求临终的时候啊清楚明白，这是第一个条件。好，我们冷静看看呢，现在临终不省人事的有啊，弥留了，甚至老年痴呆了，那这第一个条件就很难具备了。可是你现在就好好念了，这些业就能转了，能消掉了。哦，
所以不能听到临终念十念都能往生，那那抱着侥幸的心了，不好了。哎，再来第二个条件，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啊，来了一位善知识劝你念佛。哦，如果在关键时候啊没有人提醒，往生也不可能。好，好，所以第二个条件是关键的时刻遇到真正的善友提醒你念佛。啊，第三个条件呢是你一听啊立刻就信受奉行。好，如果不立刻信受，你快要断气了，那还来得及吗？啊，来不及了。哦，那要快呀，不能犹豫呀，丝毫犹豫都没有，马上就信受，立刻就念佛发愿求生。啊，师长老人家马上举例子了，像唐代的张善和往生，是中国历史上人所重知的，他是临终十念往生的。啊，这样往生的人呢，万万人中难得有一两个。三个条件都具足，缺一不可。张善和是他杀牛杀了一辈子，没有遇到佛法。啊，临终啊，牛头都现前了，跟他逃命了。啊，他很惊恐啊，可能喊得蛮大声的。刚好有个出家人经过了，啊，听到这个情况啊，来安慰他，劝他念佛，他接受了，而且一念呢，那个牛头就往后退了，哇，那佛号的力量很强啊。哦，所以三个条件都具足，缺一不可，所以这绝对不是侥幸的事。啊，临终十念呢，到底他的品位怎样？啊，是不是就是下下品往生呢？啊，不然，善导大师跟我们讲。通于三辈，摄于九品，莫不往生。哦，这个话呢，使我们非常惊讶，真正是不可思议。他的临终才知道念呢，哎，居然往生还可以通于三辈啊，还可以到上辈去呢。哦，所以我们平常人往生呢，品位高下是看念佛功夫的浅深，是以敬业程度的浅深呢往生。啊，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品位不同。啊，那忤逆之人呢？他造了忤逆罪了，他的往生是在临终那一刹那忏悔力量的浅深，决定他的品位。如果他是自诚心忏悔，彻底忏悔，哇，那他的品位一下就提升到上上品了。你不要认为他一生不相信佛，造作罪业啊，临终念几句佛号往生，哦，说不定啊，他是上上品往生的，
老和尚马上举例子咯。啊，观无量寿佛经里，阿舍世王杀父害母，还破和合身，还和提婆达多合作出佛身显，造作忤逆罪。啊，大藏经里有阿舍世王经，就是阿舍世王的传记。他临死的时候忏悔，念佛往生。佛说他是上禀中生，所以因忏悔的力量强，知道过去真正做错了，一念悔改之心，真的从地狱一下就超到上品众生，真的不可思议。因此啊，我们对于造作罪业的人绝对不能轻视。所以阿舍世王啊，这个公案也在启发我们哦，不能轻视造作罪业的人，说不定啊，他在临命中往生，品位比我们高，我们还不如他。这一段我们随文入观了哦。老和尚指导我们不能轻视造业的人哦，说不定人家往生品位还比我们高。这个话有听进去了哦。从今天开始不轻视任何人了。哇，那就普贤菩萨了，礼敬诸佛了。好，老和尚这些话放在心上真管用了，人的心就开始变了。好，所以一是念佛功夫浅深往生，一是忏罪浅深往生。好，所以忏悔的功德啊，不可思议。陈德啊，也有听过一些往生的个案啊，忏悔蛮重要的啊，人一忏悔啊，真诚会现前。我们说一念相应，一念佛。什么心念呢？相应，真心。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去念佛，相应啊。一个人犯错了，不愿意承认，能不能真诚？不容易喽。大家有没有体会到啊？比方说呢？自己错了啊，就是不肯跟另一半道歉哦，心里是明白的，就是拉不下这个脸。这个就是这个面子障住了，人的真心透不出来了哦。所以我认识一个学佛的人呢，他也是啊，他五六十岁而已，生了重病了。我是因为他们净宗学会的会长，我才知道他生那么重的病。这个会长很用心，真的。把这些道场的同修放在心上，
哦，我看这个会长照顾老人呢、特别细致啊，真的是，哪个老人愿意留在道场，一心送他去做佛，而且生活的照顾啊，饮食啊，都考虑的很周到啊，都要让老人家吃的很营养啊。这是我看到的。哎，不只对老人啊，这些为了道场付出的人，他都放在心上啊。所以刚好我去他们道场，他说：“法师啊，你可不可以啊？”给这个同修啊录一段话。那这个道场那么用，同修们都这么用心护持啊，那这个我们刚好有缘，当然要尽一份力了。然后我就录了几分钟的话。好，我听会长讲了。这个同修呢，重复听了啊，陈德跟他谈的几分钟话，听了一段时间呢，应该没几天，他就不治了，叫癌症嘛，不治疗了，也一心念佛，求生净土了。这些例子都告诉我们了，当我们不留恋世间呢，真的是若一日若二日乃至若七日。癌症痛不痛苦啊？很痛苦啊。那十方如来怜念众生如母一子啊，子若一母，如母一子，母子立身不相为缘啊！佛菩萨念着众生，就像母亲念孩子一样。哎，母亲愿不愿意孩子多受一点苦啊？甚至都想代他受呢。那佛菩萨的同体大悲超过父母呢？我爱汝等，你看《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说的，我爱汝等胜于父母念子啊！我对这些话100%相信，佛是真愚者、实愚者、如愚者、不狂愚者、不异愚者啊！那世间哪个孩子要回家父母不双手拥抱的呢更何况是我们想回极乐世界脱离轮回苦所以阿弥陀佛没有来啊，是我们还留恋世间呢还想还想活啊，还想找好多医生呢，这个心就不是求生呢，不是自心性要啊，那不够相应了真的下决心放下了，我接触到的都没有超过几天，他真下决心了，包含我们杨波医师，他的母亲。下决心到往生也没有超过七天他有跟大家分享过他母亲往生的实例他夫妻都是亲眼见到的那我给这一位男同修录音了男人呢一般来讲不是绝对
好面子啊，所以女人呢、啊、要多顾及男人的面子啊，你不要在别人面前呢讲自己先生哪里不好，这是犯的大忌了啊，不要没事犯大忌啊。结果呢他自己啊主动跟他太太忏悔自己以前哪里不对啊，你看哎，这个当事人几天之后往生了、啊、可是你看他忏悔真诚现前的这个念佛不一样啊。当然人忏悔不要等到病得很重了才想来忏悔、哦、现在自己、啊、想到某个人 心里还是觉得有亏欠、啊啊、有惭愧、啊、不好意思的赶快去道歉、啊、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啊、用真心呢、啊都是功德，说话是功德，做事是功德。嗯，好，哦，那师长接着说到了，我们学佛啊，要想符合经上的标准，就要一心专念，要专。自心一处啊，无事不办。好、哦，啊，师长用很形象告诉我们，啊、哦，你看一束光照下来，好、哦，你拿一个放大镜，啊、哦，你看那一束光啊，透过这个放大镜聚焦成。一个点能把钢板穿透，你看平常一束光连纸都烧不起来，你看这一束光聚成一个点连钢板都能穿破，所以钻的力量大啊！专礼阿弥陀佛，每天拜佛，特别是中年以上的人，拜佛啊是很好的运动。现代人呢运动量少，这个老和尚啊几十年前讲的哦，所以这里说啊，我们跟大陆人比啊不一样。大陆人比我们健康啊，这个是对我们台湾同胞讲的。他们生活水准呢、啊、不如我们。当然这一段呢、啊、现在我去上海不能这么讲啊，去沿海大都市不能这么讲啊，不然人家就抗议了啊。运动量啊多过我们。他们出门呢没有车，要走路。离开都市啊，他们没有自来水，要挑水。他们的劳动量啊超过我们，身体啊比我们健康，比我们长寿。衣食住行种种条件不如我们，为什么他们会健康长寿？我们在富裕的社会环境里生活，学佛的人除了拜佛之外啊，也很少运动、哦、拜佛啊，实在讲拜的越多越好啊，至少一天呢、啊、要拜100拜啊、哦，
当然能拜三百拜还是最好的。三百拜需要一个半小时，分三次拜，早晨拜一百拜，中午拜一百拜，晚上拜一百拜，对于你的身体健康啊，一定有好处。哇，那这一段我们一起学习了，就从今天开始要拜了啊，不能是白学了啊。好，哎呦，现场有不少人啊，我这句话说出去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不过我很有福报啊，你看这么多人监督我啊，这也是我的福报啊。所以当然这一段还有一个重点啊，让我们留心啊，科技发达了，大家有没有发现人的身心疾病越多了？对呀，所以因为享受科技发达，最后产生身心疾病，你看都不动了。所以我们要善用科技的好处，但要避开啊，因为科技太发达啊，我们假如忽略了运动啊这些重点了，那就受其害了。这些部分呢，我们自己都要懂得啊，因为毕竟啊，修行还要借假修真呢，这个身体要怎么样保护好怎么样锻炼好，这个不能不重视啊。尤其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要照顾好，孝就要从这一句开始落实了。所以很惭愧啊，我没有照顾好身体啊。你们不要去跟我妈妈讲啊。大家有敏感度啊。这个离母亲这么远啊，有些事情会让他操心的，就尽量避开了。我这几天咳嗽，我都不敢打电话给他了啊，赶快好起来，再打给他啊，发个短信啊就好了。好，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阿弥陀佛。